吉安乡公所在哈罗公园设置了亲子龙大型花灯，并且由乡长游淑珍协同了乡民代表会和村长们共同点灯。游淑珍她同时也宣布，今年加码龙宝宝的生育礼，希望乡亲龙年好运到，龙宝宝也都快来吉安报道。金红色的母龙带着可爱的蓝色小龙盘踞在吉安乡哈罗公园广场，这是吉安乡公所迎接龙年所设置的大型装置艺术花灯。乡长游淑珍希望营造龙年的欢乐气氛，也欢迎龙宝宝都能够赶快到吉安乡来报到。欢喜迎龙年，亲子龙就坐落在哈罗公园，欢迎所有的乡亲一起来打卡拍照，让我们成为吉安的新亮点。凡拍照打卡之后，可以到浩克艺术村来领取摸彩券，可以有机会得到55寸的电视机2台，以及我们10台的双门小冰箱。同时，在吉安出生的龙宝宝，我们更带来了限量的龙宝宝披肩以及妈妈大礼袋，在吉安幸福乐活。去年112年也缔造了花莲县出生率在花莲第一名的504位的宝宝诞生在吉安，希望迎来的新龙年，龙宝宝快来快来吉安成长乐活，这是一个最棒适性宜居的好地方。我们希望龙年迎来的是最快乐适性宜居的吉安乡。乡公所表示，民众可以到哈罗公园跟亲子龙拍照打卡，再前往浩克艺术村来领取摸彩券，有机会可以抽到电视机还有冰箱等大奖。同时，龙年出生的宝宝除了多加10000元礼金，乡公所再加码龙年限定的宝宝披肩还有妈妈手提袋等好礼，鼓励年轻的妈妈们努力生产，让吉安乡充满温馨幸福的气氛。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。